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世界首富马斯克周三突然变身行为艺术家，捧着一个沉重的洗脸池，笑容满面地走进位于旧金山的推特总部，宛如走进了自己的家。马斯克还在推特上为这段视频配上了应景的说明，字面虽然是让洗脸池进来的意思，但其实是用这句俗语来告诉人们细细品味。就在当天稍早，马斯克已将个人的推特描述改为推特首长，暗示收购已接近完成。有推特员工向媒体证实，马斯克周三确实到访，并称马斯克可能会通过大幅裁员来整顿推特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。